今天又开始了，还是十三号卷。咦，这一卷是咋回事呢？天天不振。越看越惊奇，越看也越莫名。内蒙古一座牧场老板发现自己养的上百只羊，每天都会集体顺时针绕圈，而且已经持续至少16天。跑得不紧不慢，那段时间都是跳着跑，跳着蹦，蹦老大高了。现在不蹦了，这那个羊还在那等呢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接上，接上走。牧场34个羊圈，唯独这一圈的羊莫名集体绕圈。大陆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公布影片后，《纽约邮报》也报道这个难以解释的现象。微博网友揣测更是天马行空，有人留言写道：“难道是世界末日的征兆？”还有人猜，也许是焦虑症状，羊群需要更大的吃草空间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这阵转的多圆多圆。羊群集体转圈的具体原因还没找到答案，但也有人推测羊群是感染李斯特菌出现回旋病的症状。因为感染这种菌的动物就是会出现厌食、迷失方向，在引发脑炎后会向某一侧不停转圈，但动物感染后通常2天内就会死亡。内蒙古这上百只羊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，至今还是个谜。 TVBS 新闻主管红李敏珍综合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